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生你好。是 ,Della 好，大家好。今日请你呢再继续帮我哋分享一下呢妇女怀孕期间呢经常遇到一啲嘅问题，而我哋係点样可以用一个同类疗法呢喺度帮到佢哋啦。咁不如今日讲下呢，我哋知道啦，由即係一个妈咪啦，由陀咗有 BB 之后，咁跟住呢就一路成长啦，个肚又大去到呢开始呢到有作动啦，开始有啲痛咯喎，又经历咗一段时间嘅阵痛啦，一路再生个 BB 嘅时候呢，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哇全身都要肌肉啊嗰啲会冤痛咁。咁好多时啲人冇经历过生产嘅时候就可能觉得哇生完咗之后就舒服晒啦唔痛啦。但呢其实亦都有一啲嘅妇女呢係生完咗之后呢都仲觉得有啲痛，仲觉得有啲不适喎。咁呢应该你喺你嗰个临床上面都遇到有呢啲嘅病人问题呀。咁我哋可以用啲咩嘅疗剂可以帮到佢哋咁呢？咁生咗细蚊仔之后呢感觉到好攰呀同好僵紧，啲好正常嘅。因为呢个系个子宫嘅收缩啦。因为佢要慢慢即回复返佢怀孕之前嗰个状态㗎嘛。咁通常呢如果嗰个女性呢系即喂緊奶嗰时候呢，咁呢个过程呢就会刺激我哋嗰个脑下垂体嘅。咁生产一啲荷尔蒙啦，咁你促进我哋嗰个子宫呢系收缩嘅。咁即所以呢咁个即係嗰个妇人呢就好多时候会都感觉下即係做一种咁样嘅痛嘅。咁通常呢俾12日到15日到啦，个子宫就回复返佢正常嗰个 size 㗎啦。咁但如果呢係因为嗰个阴唇啊受个撕裂啦、啊、或者嗰个阴道撕裂呢，咁可能要几个礼拜先好得返，咁都要需要㗎啦。好啦，咁如果遇到呢啲产后最痛呢，我点样处理呢？咁第一生金车啦，永远都是第一件事啦、啊、即是总之有你又冇你，生咗细蚊仔之后就生金车、生金车、生金车啦。好啦，咁如果有时候呢个痛呢就加埋个头痛啊，面红红啊，好不安啊，好紧张呢，呢个就癫啊，嗰个癫嘅系贝勒当啊嘅症状。好啦，咁如果那种痛呢系嗰个下腹嗰度呢嗰种抽痛呢，有时呢系横跨呢啲咁样嘅，通常呢就系即系可能生细蚊仔嗰时间呢时间好长啊，即系作动啊做到好耐嘅时间，咁呢时候呢就可能即系呢种咁样嘅抽痛喺嗰个下腹嗰度。咁呢个呢就用嗰个蓝星麻啦，就 colophyllum 啦。好啦，咁如果嗰种痛呢喺嗰、那个内侧啊、阴旁、阴道啊、比那嗰度嗰种电击嗰种电射嗰种痛啦，个人非常之即系不安啊，同埋顶唔顺呢种咁嘅痛啦，咁呢个可以考虑咧就系个黑星麻啦 ，semi-subfugal racemosa 黑星麻呢个嘅症状。好啦，咁如果一种痛咧系好似好得意嘅喺嗰条肠嗰度咁痛嘅啊，即系唔系痛喺个子宫嘅，咁你可以考虑咧系 coccutus indicus 阴道防己。好啦，咁如果嗰种身体呢就有好多胃气啊，嗰啲腹胀啊，甚至乎呢可能仲有好多啲大嘅血块走出嚟呢，咁加上个消化下腹部嗰啲症状不适啦，咁呢个就係马前子。OK， 好啦，咁最后呢就係、是、另外一只呢就係、是、嗰、那个墨鱼汁啦，墨鱼汁经常妇女成用嘅疗剂，咁嗰种痛咧就向上方射嘅，咁感觉下腹嗰度咧，肠嗰度咧，下腹咧就嗰种好聚嘅重量感 ，OK， 佢感觉咧个子宫嗰啲器官咧，好似就快要由阴道跌出嚟啊，呢种咁样，呢、这个就系嗰个墨鱼汁嘅主要症型嚟。
好啊，今日唔该晒袁医生同我哋分享咗呢啲嘅疗剂啦。咁希望咧就大家咧就听咗之后咧，就可以咧就系将啲资料记录咗啦，买定咗啲疗剂喺屋企度咧，咁令到咧就嗰、那个初生嘅妈咪，即系个可以咧好由开始怀孕。至到成个期间，至到生产嘅过程，生产完之后养 B B 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喺一个好舒畅、好顺畅嗰个情况之下咧，去生活嘅，就有呢啲疗剂喺度帮到手咁样，就唔需要咧就担心就系话咧，遇到啲咩问题嘅时候又要走去啫，又要揾医生啊，又要啲嘢。同类疗法咧系可以喺一啲系急性上面嘅问题咧，系即时可以咧得到一个咧好显著嘅一个嘅疗效喺度嘅。咁只要你咧系配合得好嘅吓，咁多谢阿袁医生同我哋嘅分享。如果觉得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想查询翻我哋提及过嘅疗剂或者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而喺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温翻我哋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lcew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今日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